兄弟们，我来发泄一次，求姻缘。给我这么准的吗？你跟他聊会天。哎，你好，我想给我兄弟录个视频。哦，好，我给他几个福。好好好，你帮我这样举着就行了啊。好，可以，举着就可以了。谢谢你。啊，没事。不是你这个错反了，你郑都的，你录啥呀？录反了吗？那完了。我答应我兄弟好好的。再录一遍，信不成了呀。那怎么办？他那手机拿过来就是这样给我的，他们怪我吧？他们怪我吧？我再给你录一遍，再给你录一遍，再给你录。我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我去买个向南给他了。向南不行。嗯。那难道我？哎呀，他说好要给他拍视频呢。我的是我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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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算了吧。谢谢你啊，还是谢谢你。我给你兄弟买，我给你兄弟买，我给你兄弟买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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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怎么还有事吗？没事。啊，那香南你知道在哪吗？啊，我跟着你吧。我也是第一次啊。那边吗？我感觉不是在上面了，我们可能要往那边走走看。弟兄弟道个歉吧，难得来一趟，几次还没。他想要一段姻缘。想求姻缘，单身多久了？他，嗯，他单身好久了哦，三个多月吧，刚被人甩。单身三个多月叫单身好久啊？刚被人甩呀、啊，主要是他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录？你不是给你兄弟录完了吗？哦，我给我家人看我旅游 vlog。你是博主吗？不是。这录给你家人看。啊，那我不方便出镜的呀。我不方便出镜的呀，不要拍了呀。我自己来吧，你在外面等我。好好好。你怎么又进来了？我想给自己求一个，给自己求。啊、给我的家人们求个姻缘。你求的是啥？告诉你，他说了就不灵了。你的那个玉兰花吗？咋了？你在干嘛？我们看到了水里的彩虹。我走了。啊？我走了。哦，好。今天对不起你，真对不起。没事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嗯，拜拜。你回头干嘛？不想我看旁边有没有人、啊。你干嘛？回头在等我吗？是看我吗？没有在等你，没有在。你干嘛还拍？不要。你要去哪？我要去拍照。去哪拍照？去太子湾拍照。我本来约了我朋友，我朋友把我割了。那么你不缺个摄影师吗？你看我。那你该不会是摄影师吧？我不是摄影师，但我拍照，为你拍照肯定是。瞎说，忘记了。你平时都这么撩女孩子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你离我太近了。不是拍那个，你不是拍我爸爸，我拍给你家人看，不要一直拍我，不要拍了。包里有个拍立得。为什么会有人随身带拍立得啊？给我家人记录生活的。我靠，真的？啊。你会不会拍照？我会啊。真的假的？拍照老好看了。真的假的？我家人都喜欢我拍的照。那我刚好缺个摄影师，要不你试一下？你们俩不是刚好吗？啊，要不试一下？试一下什么？试一下？试一下给我拍照，试一下给我拍照。他嘟嘴真的好可爱呀、啊！怎么一直加你啊？我喜欢记录。我直接过来。那要我可以一直记录吗？确实，我电脑上还有剩下。拍给你的家人看。那我跟家人怎么解释我们的关系？路人。纯路人吗？纯路人，当然纯路人。不是好朋友了吗？不是，你对好朋友的界定是什么？我对好朋友的界定就是有一些共同话题吧，然后有心灵上的交流。那我们还没有心灵上的交流？还没有吗？还没有吗？哪里有？那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？你叫我麦麦就可以了。麦麦。麦旋风。你想吃麦当劳？我叫小凯。好，我们的认识你。啊，我好热，我想喝一口。哎、不好意思，美到我了，美到我了。嗯，我想拿包男朋友。现在就让我拿包了。拿下包，我脱个衣服。男朋友的待遇啊？我帮你拿吧。帮我拿什么？
你是我男朋友吗？我帮你拿衣服吧。你是我男朋友吗？不是。那不凭什么？啊，好吧，好吧。那好，那好，那好。有人帮我拿衣服。走，去，你怎么这么欢乐呀？小狗，快乐小狗。啊，你是快乐小狗。我是小蝴蝶。小蝴蝶，蝴蝶。哎呦，瞧你美，瞧你美的。没有啊，今天要出来绕才化的妆呢，结果被人说了，可恶。那我可真幸运。不会被拍，真的会被拍。你要把我拍得很丑就完蛋。他真的就像个快乐小狗。你最好把我拍得漂亮。问你保驾护航。你手上，哦不是，哦对，这样才能把我拍得好。你的体力真的是还可以。这是你自带的属性吗？ 你体力不行了。不能说我不行哦，这是男人的尊严。不能说男人不行，确实。你多大？我吗？嗯，多大？我应该是你哥哥吧？我觉得你九八的。我肯定是你哥哥。真的？你怎么知道我多大？我。你怎么知道我多大？因为你显得就年轻啊，小啊。真的假的？那你喜欢我叫你姐姐吗？好漂亮，自恋了。我自恋，被我发现了。你喜欢温柔的还是喜欢霸道的？我喜欢霸道的。喜欢霸道的。是可以说的，但温柔也好。可以做小男鬼，可以做小男鬼。他忍不住又笑了。好温柔呀。这是给你为你给我拍好看的照片。哦、一个考场就给我收买了。对，你必须要给我拍好看。好。不给你拍好看，你就要赔我十个，知道了吗？一辈子呢？我等了你好久啊！我等了你好久，怎么补偿我？怎么补偿我？怎么补偿你？给你个巴掌！你给我一个巴掌！哎，他想补偿你，男孩子当女孩子上厕所不是正义的。是，你觉得我是弟弟型还是哥哥型？什么？我是弟弟型的吗？嗯，对。有一点，那我叫你姐姐，你会开心吗？会啊，可以。那我叫声，那你可以叫吗？我叫声甜的，可以变。光可以吗？我都把持不住自己了，姐姐。姐姐，你掉下去我也跳下去。真的吗？我掉下去还是我吗？肯定的呀，奋不顾身，跟你一起坠入爱河。两个手抓住你看看能，然后我们有一个高的视角。我会想笑，但是你要看镜头哦，你这样一个手会不会抓不住？哇，你要不要找个人帮我们拍张拍立得？可以合照的，可以。嗯，他真的是很有趣。没有，你不要看我。那你也可以。我们俩搁这蹦迪了。你知道他的疯狂密码了，就是看着你。啊、我不要看我，走，先别玩，不要看我啊！只要看着你就会。不要看我，你烦死了！不要看。知道你的穴位了，烦死了！我们给我们对视呗。对视可不行，这个搞坏。接着我们来到了花田。姐姐，你真的是我的理想型。认得我了？认得我了吗？嗯。那我放包里了。你看着他的时候会想起我吗？会的。那我放包里了，你就不能拿走了吗？我放了吗？我放了吗？我放一颗吗？嗯。那也不能拿走了吗？不能拿走，都是你的了。那就是我的了。都是你的了。那你的也是我的是吧？你想我是你的吗？这个话要问你，要问我，我问你的问题，你不能反问我。那你回答，好，你犹豫了，犹豫了就是不想。你摸这里，我想就不用勉强。你摸这里，你想就不用勉强，不用勉强，不用违背自己的良心，你就想不想就不想。你家人知道你在外面过得这么快乐，开心死了。没有，就今天快乐。真的快乐，走得好快。我得。那我为你放慢脚步。好，可以。或者我追上你也可以，我跑两步。冷吗？
有点冷。欢迎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帮我拿了一个下午。谢谢。哎，服务到位，服务到位，满意了，满意了。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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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带你去吃饭。好的。挺温柔的，你真挺温柔的，而且我感觉你挺贴心，挺体贴的。我是温柔的巨蟹，温柔的巨蟹，巨蟹 plus， 巨蟹看条狗都生气，是不是？疯了一天，他睡着了。姐姐，我快到了。一下车又开始活力满满，回车可以把你打倒在地上。啊，那你今天对我不是很温柔吗？装的吧，都是装的，我会伪装。你想我打你吗？我怕被你打哭。干嘛？单手啊！我肯定掰不过你啊！掰我！我会让你的。掰不过你。我还没用力。你能不能用右手啊？右手帮我干。我但你力气真的很大。我。滚！谢谢。看我干嘛？看看你嘛，你都看我一路，看看你怎么。不能看吗？你有什么脸上的东西不能让我看吗？哎，你这项链是之前有送你的吗？不是，自己买的。咋看？干嘛这个表情啊？看你像你觉得我们现在是个什么关系？你觉得我们是什么？肯定不是。那你觉得什么？你很温暖，你不要这么深情的看着我。我们石头剪刀布，谁输了可以进对方一个地方，捏对方一个地方。好，可以。捏对方一个。可以，三角色还对吧？对吧？捏，可以捏哪里？你能接受我捏哪里？捏腹肌吗？啊、真的有家人们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摸到了，摸到，爽了，爽了，爽了。哎呦，好看，真的好棒！你要回家了吗？对啊，明天还要上班。嗯，你明天几点下班？我明天几点下班？我其实要走了。去哪里啊？回上海了。现在吗？晚上吗？嗯，十点多的票。现在几点？现在快十点了。那不是马上就要走了？对呀、啊。其实猜到了。我看，今天看你背了这么大的包。哦。你当时会记得我吗？肯定会啊。嗯。你呢？我不会记得，不会把你忘掉，只是我人生匆匆过客。怎么了？啊，我的妈妈，怎么啦？我不要不开心，骗你的，骗你的，我会记得你的，我会记得你的。真的吗？还会记得你？还记得我呀？你会送我吗？我送你到高铁口，可以吗？嗯。再想我哟。距离我们分开越来越近了。要走了。嗯。要走了。我得进去了，时间来不及。哎，等一下。你求的。走吧，记得想我。我。算了，重要。妹妹，我刚才想说，你今天真的很美，今天美到心坎里了。拜拜。